お疲れ様です。今日も一杯飲みましょうか。今天我们来喝カノスケ加自助 Tokyo Festival 2022限定ボトル，酒精浓度 58%， Mature in Bourbon Barrel， 三年熟成，蒸馏于2018年，装瓶于2022年。哎呦，好久没来カノスケ一下了，自称カノスケ爱好者，但永远都抽不到官方的抽选。而这支呢，是在三月底举办的东京威士忌嘉年华的限定版。那当然，这次也是抽选的哦，有幸的抽到这支カノスケ的 single cask 哦。但一样的，今天是分享瓶的，为什么？因为我想把这一支带回台湾，分享给大家喝。于是我自己一个人开了喝了，有什么意义呢？对不对？分享才是最重要的。我们倒酒吧，一样的量比较少，所以我们使用协会杯。仔细看酒标呢，它有写它是2018年的12月蒸馏的，于2022年2月装瓶的，所以算是三年又加上两个月到三个月左右，总瓶数185瓶。鱼标，那上面还有写它的名字，叫做伊多瓦泰，所以应该是某一种鲷鱼。哎，这好像超市有在卖。算了，哼，我说鱼的，鱼的部分烤起来蛮好吃的。好，那关于カノスケ九六九的介绍，麻烦请去看我之前的影片，欢迎到下方资讯来点击链接。那在这几年呢，这样新兴的威士忌酒厂越来越多，我自己目前心中的排名呢，还是最喜欢的差不多满流流修，第二名应该就是カノスケ的吧。那看看其他现在新的酒厂有没有全新的风味体验，可以颠覆一下我这个心中的排名哦。我们来温秀啊。何ですか？我之前有喝过一支一样是 Kanosuke 的三年 Single Cask Bourbon Barrel 的，它是去年福冈 The Whisky Talk 的限定装瓶。但我喝了那时候觉得它很多花香典雅的以及木质的，可是这一支呢超香。待てよ，待てよ，マジですか？一样，我们先给它加个三滴水。它整个浑身散发出那种超明显的甜味，而且那种甜味好特别哦，稍微有点南洋，有点凤梨，可是它又带点很甜的酱的感觉。John， 把酱关起来，不是把酱关起来，那像卡斯达的 Castado Creamy 的，喂，等一下，太超过我预期了啦，好，那当然在中后段。就是闻得比较深一点点的话，就可以感受到它一点木质的酒精的气味，属于那种快速熟成的木质感，加上一点点的未完全成熟的蒸馏酒风格。不过真的很淡，相信一般人都会说啊，它这个三年了，那不知道四年会怎样，五年怎么样。但我对于カノスケ九六九的看法是，它每一年在制作新酒，其实也就跟札幌的九六九一样，每一年制作的新酒出来的特征会不太一样，而制作出来的光是三年的，特别是这种 single cask 单一 vintage 的版本，更容易去发掘说他们每一次的进步。达卡拉有没有写标记是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情，才可以让消费者马上都体验到了。哦，经过放置，它那种白花椒 top note 也跑出来了。喂，它中段甜香真的太完美了。最近有准备要出另外一支影片，是比较高级的、比较老东西的一个品饮哦，也是这种很浓的那种酱，真的是卡斯达酱的那种甜美的气味。Benelux 的1976，虽然把它们拿来相比，应该会被别人说：“哇靠，你是神经病吗？一个1976的东西跟这个三年的东西怎么比啊？”只是那种仿佛的感觉就很棒了。
哦，哎、欸，是可以一直闻的、哦，是可以一直闻的、哦。哎、欸，不过我还比较好奇是，我这一瓶我如果开之后，不知道它到底要开多久才可以达到目前现在杯子里面这个状态。因为有时候刚开会太硬，可能木质会比较重一点点。那等它散掉，把那个酱香、把那个甜香味拉出来之后，这个瓶子的状态的掌握也是蛮困难的、哦。欸、那股凤梨感出来，扒了皮，百香果，喏、嗯，卡士达，麦芽甜香，一点点含极铅的那种甜甜的味道，上面有花香，香草的，中部呢是果香的苹果、凤梨、扒了皮、百香果，那中底部呢有木质的，有带一点酒精感的，怎么这么甜的味道啊？喝看。这也是相当强大的木质跟酒精感的，这支应该要等第二口，让我先适应一下酒精感啊。今天第一口酒，树口感表现反而就没有像香气那么的甜美了，它主要是以木质感受为主，然后带有一点点灰尘的，你可以用舌头去碰触酒体的时候，会有一股灼灼的感受，然后呢带强烈的花香感，那尾韵稍微 bitter 了一点点，嗯，真的是刚刚香气表现真的是太厉害了，让我吓到了，反而口感的话就跟我之前喝的那支比较像一点点，哦，香气上还是相当棒，嗯，哎，这个就放在这边好了，不要喝了，这是唐巴尼亚的酒呢。甚至偶尔会遇到这种状况，对不对？哎，这只怎么喝下去没有想象中的好？于是就这样一直放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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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睡着了。哈哈，妈，当然了，今天还是喝完了。不过有些人会享受那杯底的气味嘛，喝完之后杯子就放着不洗，然后隔天晚上回来，然后再闻一下，哦，很香。我说杯底真的很香。口感以木质与酒精感为主，感受到酒体中有一股灼灼的灰烬感 ，ashy 的，那花香浓郁强烈，一点点的苹果调性，以及新香料的，那到尾韵苦韵的木质的苦茶叶感有带 bitter 的、哦，或者是一点点汉方柴的感觉。嗯，好，也是一段时间没喝 Kanosuke 的，还记得三月底的酒展里面喝了 Kanosuke 的 Richard Cask。跟 Bourbon Cask 的 Cask Simple， 也就是都是 Single Cask 的、哦、Richard 还是稳定的好喝哦。那 Bourbon 的口感上大概就像现在这个样子，不晓得今年的2022 Kanosuke 的正常版的推出 Sherry Cask 的结果会是怎么样呢？当然呢，有机会有拿到 Sample 或者是买到一整支的话，一定会拍个影片分享给大家我的心得。那其实 Kanosuke 呢，除了自己的年度系列跟偶尔会有单桶的装瓶的系列，还有一个是 Kanosuke Single Malt Japanese Whisky Artist Edition， 这个是001哦。那他后面写的资讯呢，也说他是2018年蒸馏2020年装瓶，那 Cask Type 是 Richard American White Oak， 也就是 Richard Cask， 酒精浓度是 50% 哦，它并不是 Cask Strength， 所以呢，这可能又会是另外一个系列的装瓶哦，然后不以 Cask Strength 来装瓶。不过他后面还是有写说他什么时候蒸馏，什么时候装瓶的，所以资讯都还算是完整，很希望可以持续下去哦。嗯，个人觉得应该还是 Richard Cask 会比较好喝稳定吧。最近听酒徒之声邱德夫先生邱大提到一个我近几年喝日本新兴工艺威士忌蒸馏所从来没有想过的一个问题哦，为何这些威士忌这么年轻却不会有无法入口的问题？这么早就进入了一个可以喝的状态，那话题可能要先回到我是怎么知道这些日本新兴威士忌蒸馏所的资讯哦。过去绿在频道中有提到的，日本威士忌专家布洛克克里林桑，那前阵子终于见到本人哦，五人在酒吧中巧遇，那当场也跟他道谢了。
非常的开心哦。那他呢，作为一个专业的威士忌部落格评论家，与目前几家新兴工艺威士忌蒸馏所的代表都有所交流以及人脉，那不时就会在 Twitter 使用像是之前红遍一时的 Clubhouse 的类似的功能，叫做 Space。那在上面举办声音的活动，邀请几位日本新兴威士忌蒸馏所的代表以及调酒师来聊聊，例如新酒款的发表以及其背后的制作秘辛。这边打断一下，我觉得这个模式可以让威士忌爱好者零距离的聆听威士忌制酒人的声音、想法以及接下来的方向，不时还可以透过 Q&A 的方式直接提问，不管是行销也好，话术也好，感受到彼此也是爱威士忌的一员，那种感触是很特别的。好，那回到主题的部分，在我数次聆听造访威士忌蒸馏所之后，我发现他们最近在制程上，首先在糖化时很注重在能不能制作出澄清麦汁，关于澄清麦汁，它比较容易带出汁类的气味，果香啊花香的，那相反的呢，如果是混浊的麦汁，比较可以带出关于谷类麦芽的风格，因此呢，在初期就制作出较易饮的麦汁，然后经过长发酵、乳酸发酵，那整体酒液就会带丰富的风味，以让在熟成初期就达到较适饮的效果。当然哦，问题就是，然后呢，在之前的 Sakurao、Pokoch 以及文岛威士忌的影片中就有提到，消费者为何要选择你？一样的风味可以选择其他的酒厂，而且搞不好价格还比较低。新兴日本工艺威士忌蒸馏所因为还年轻，能使用的桶型大多是初次桶。那等他们能使用他们自己的二次桶之后，搞不好呢还要因为了长熟成而在威士忌制程中做细数的调整，这都是我们威士忌爱好者未来可以期待的。而还有另外一点是，有部分的新兴工艺威士忌蒸馏所，特别在九州，他们过去一直作为烧酎王国，他们制作蒸馏酒的历史相当的悠久。那你知我知的，现在烧酎式微了，他们势必要产业转型才有办法生存。但他们对于他们要制作的威士忌的看法，有着独立创新的思维哦。不论是在木桶上的使用、糖化、过滤、发酵、蒸馏控制，都有着所谓职人的坚持。要制作一种全新风味表现的威士忌，与全世界的威士忌酒厂来一个无差别格斗哦，并刺激我们过去一直喜欢苏格兰威士忌的品饮者、爱好者们。这真的就令人相当兴奋跟支持哦，不是单纯的只是将设备整理好，请国外的技师过来打点好。总之，现在日本威士忌就是夯，只要不要做得太烂，都好卖。国内卖不好，还可以卖国外，轻轻松松发大财。我想这个部分呢、真的就是与雨水精一大师所说的一样，日本威士忌空前的盛况，遍地开启了日本新兴威士忌蒸馏所。但令我担心的是，如何维护日本威士忌的名声，维持日本威士忌的品质，要靠的就是台下的威士忌酒吧的老板以及各位威士忌品饮者、爱好者们，由各位去评价、监督各个蒸馏所的产品。这是我去参加神户的 Whisky Harbor 邀请的雨水精一先生来做个开场白时所说的，但现场不能录音，没有办法原音呈现给大家。还是老话一句啊，要喝了才知道酒瓶中的酒意真正的价值。如果你喜欢的影片啊，千万多 Good Bye Instagram， 有喜欢的 chance 啊。对了，还有 Super Thanks 哦，拜拜。